这个时间段了，嗯，因为这个我们工厂已经在加工中了，它不是说面料还在裁，它已经在那个流水线上，在那个裁的那个缝纫机在车着呢，知道不？是啊，那个缝纫机都快裁冒烟了啊，宝宝，就是你不用担心，已经在快马加鞭去给我们安排出去了，所以大家放心吧。来，裙子是咱们小红车一个一号链接，再给你们报一下尺码啊。对，纠结尺码姐妹，这一波听好我们的一个尺码再去下单，纠结尺码包身高体重给我们家艾琳，艾琳是166啊，98斤，穿的是高个子版本的 S 码 ，S 穿到95 ，M 110 L 125斤，卡码往小拍节目，而且这个款式它是有两个版本的，千万不要买错版本了。小个子163以下去拍，高个子163去以上去拍我们的高个子版本。这个款式15穿到175都可以，你18+的年纪穿到我们50+的年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不挑年纪。对，这个背我们可以调高一点，因为这个肩带咱们都是可以调节的啊，姐妹们。是，这个肩带一旦调节起来，它这个裙子就稍微短一点，而且你这个肩带一旦调节，它这个背就没有那么露了，根据你们个人需求。其实我觉得啊，露一点无所谓的，咱们现在穿衣自由，倡导那个穿衣自由，是不是？是。而且咱们只露一个那个肩膀位置跟背的位置，还好啊，咱们那个腿部线条也没有说很露，所以说它不会说太过于低俗那种性感，它反而是高级美那种调调来的。对哈，什么？背它这种裙子它就不是日常的，宝宝，它就不要日常，知道吧？是。我们出去玩旅游度假，去跟男朋友约会、逛街、跟姐妹去拍照打卡、看展的时候，你去穿可以。拍照老好看了。如果你觉得露怎么办？咱们搭配西装外套，你买一件回去试穿一下。对，你支持支持一下佳米的一个网络事业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支持一下我，你买一单回去感受一下，体验一下我们家的品质，你会发现，真的你会惊喜，你会觉得值得拥有。当然了，真的你们值得拥有这么好看的裙子，因为它穿起来真的能够把你勾勒的很好看的，知道吧？对，不是说那个艾琳可是强买强卖，因为这个裙子是真的，很多姐妹穿上之后呢，她会觉得跟她平时穿那种普通的连衣裙是不一样的感觉，真不一样。跟她平时穿那种休闲的穿搭是真的，就是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，知道不？对，而且这个裙子今天还有福利价格，有，并且是少量在仓，不需要等太久的。对，宝宝搭黑色外套也好看的，也显瘦啊。155的话拍我们的一个小个子就 OK 了。姐妹听好了，我们小个子155，高个子175以下你都能去穿，你155去拍小个子版本啊，可以去穿感受一下，觉得长了裁剪也不影响版型，而且我们的肩带是可以调节的，侧面我们是有隐形拉链的，重点是你知道吗，我们这个裙子老精致了，姐妹。对，你脱掉外套也是很好看的。对，展开一下耳环，我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，如果再给你们精准推荐一下，168100斤的宝贝早宝宝可以拍我们的高个子的一个小码就 OK 了。可以，黑色外套也可以啊，我们官搭就是黑色，但黑色你们春夏穿会有点过于